在文字出现之前，我们的先民就用绳子打结的方法来记录事情，结绳记事，这是人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掌握的技能。今天出去打到了一只猎物，就用绳索打一个结，表示一。到河边捕到了两条鱼，就打两个结，来表示二。抓到了三只小兔子，就打三个结，表示三。一根横线就是结绳记事的一根绳结，用来表示数字一。一除了表示数字，还可以表示一个整体，不分开的意思，如一家人、一起、一块儿。